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基督为我们死，亦都为我们复活，他胜过死亡，给我们新生命。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但是他叫我们活过来，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，是被基督燃点的生命，是行在光明中的生命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亦都是世界的光，光是要照在人前面，要照亮这个世界，为伤心的人带来温暖，为行在黑暗中的人带来光明，为绝望的人带来盼望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神呼召我们要宣扬他的美德，令到第啲人亦都可以有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经历。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使命呢？在信仰的历程当中，我们的爱心有没有渐渐冷淡呢？甚至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，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？让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，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，同埋佢为我哋成就嘅救恩，悔改求神怜悯，让基督嘅爱激励我哋重燃爱主嘅心，让圣灵嘅火燃烧我哋，走出爱心冷淡嘅漩涡，燃点生命，传达十架嘅真谛，让爱嘅火焰重新被挑旺，成为熊熊嘅烈火，回应时代嘅呼声，为主发光。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一生奉上虔诚和喜暖。